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詹姆斯。詹姆斯又买了一个小玩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个是快拆系统，看一下 Pad Fried。那它的外观呢是长这样子，也可以叫做快接吧，快拆快接，那就叫 Speedy Quick Mount， 英文。好，那它的外壳呢，蛮简单的。打开吧。好，那詹姆斯刚才有把它试接起来，所以它这边有一些刮伤，所以大家可以忽略一下。那它的外观就是这样子，前面有一个它的 logo， Pad Fry。它这边有做两排的这个凸出来的，比较好握。然后上面呢就是四分之一的螺丝，这边是一个橡胶的指滑垫，然后底部呢是四分之一的螺孔。那这边原本是没有伤痕，詹姆斯刚才有先试接看看，啊，结构蛮简单的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那它的快拆呢是这个环呢往下压，上面那个就可以弹出来。好，看一下内部的结构，是长这样子。那上座呢是这样子，底座内部长这样子。往下压，上座跟底座就可以把它分开。那要把它结合在一起，一样是这个底座这个环在往下压，这样子。那詹姆斯呢是打算跟詹姆斯的三轴连接在一起。好，我们来连接看看吧。Go。好，那就是詹姆斯的三轴呢，詹姆斯把它接在中间这边。要结合的时候就不用这样转一转转转转转转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它跟上面的连接在一起，把它转紧，让它跟上座的四分之一螺丝卡在一起，然后这个脚架呢再连接到下面的四分之一的螺孔上面，一样对准之后转转转转转哦。好，这样子就完成了，那可以把它再稍微再转紧一点。好，那要把它快拆呢，我们就把它手指握住这两条，然后往下面，这样就可以把它跟上面的这个三轴呢分离。那如果要结合在一起呢，你这样用压的呢是没办法接在一起的，还是要两只手指稍微把它往下，这样子它就卡住了。所以呢，不论是把它脱离还是把它结合，都要把这个环呢往下拉，往下拉，啊，脱离，结合，这样是不是蛮快的？脱离，结合。这样就结合在一起，好，脱离，结合，这样比较快吗？好，那今天的这个开箱呢就到这边了，Pad Fry 的快拆系统，拜拜。